讲一句话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唱完这个。你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他打断我的节奏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我接受新台币的打断。不是，没有啦。天咋说？我怎么说？不及你一个人的时候还有你拥抱的力量，其实才看见孤单的形状在空气里铺观众，我非常的称职，并没有打扰到你们，很好。而且很害怕要唱副歌，先把主歌唱掉。通常我们都是这样，就是他唱了主歌，我们就尽量不会要求他唱副歌。嗯，对，对对对。所以我刚才就是一个，我们也不是说要求，哎，搞不好他很想唱、啊。对了对了，还好。但我刚才就是偏一个先抢先赢。对对对对对，拔的头筹。狮子交扣，狮子拔的头筹，狮子交扣，什么？十全十美啊！然后，哎，你见你没有看过一个那个？没有。没有没有，他从一数到是是是，好算是这种，好好好，好了 ，OK OK， 真的是
我们今天的笑话还是要听得懂，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接。对对对对对，那这样我就偏尴尬。